先来这地方，就叫台北城的北门。看这个样子，有点南侧，这是光绪年间盖的。看，那么这边看过去呢，还留有一些古的城墙。这地方就叫北门广场了。哎，北门这儿是控制一个广场，看到没有？嗯哼，当地有人的这叫贝贝铁，叫历史的这个照片。嗯哼，看见没有？沈葆桢，啊，这个岑淑英啊，刘骜等等，这都是在台湾当过总督的人。那是当年的城墙，一个大秦师搞的。大师，这个碑上面的话呢，介绍的是一些台北城的城市轴线的人文风景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那么转过来看呢，这个是台北城建成的沿革。自由广场的台到后面那个建筑，那个砖颜色的建筑啊，嗯，那是他们的国家图书馆。对。啊，然后转过来，跟这个装饰了一些啊柏树。亭和柏树啊，嗯哼，修建的很像，是不是？对，啊，然后转过来，真的，啊，这个对应的有个大的，梨花街一号，啊，梨花街这路口啊，全是绸布庄，它就各式各样的这种啊，人家原来是泥什么进口毛料，这还保留一些旧的牌楼，看看这个永安市场牌楼，啊，嗯，看见了吗？永乐市场，啊，然后人家转过来看这边，啊。对吧？哎，样子基本上也在，有点样子，看见没有？对。那邮局，看那个那个样子，然后邮局过去，嗯，对吧？终于来到了著名的宁夏夜市啊，街的当心啊，是这个小商贩推着车的那个，看见了吗？一人一车，啊，然后街的正儿八经的另外一侧啊，这侧，啊，看看到没有？等等。这侧坐垫经营的都是垫，哎，啊，在格兰大道，哎，很宽，这对，这是人家的这个，看格兰大道的另外一侧。啊，我可以远远的看到这，到这面有这个林森公园，嗯，林森公园过来，这面就是它的南门。万花公园的纪念公园的门口是吧？啊，人家弄了一个钟，这叫什么钟啊？叫和平钟。和平钟是吧？和平钟。西门区啊，西门厅，繁华的商厦。嗯。然后，终于找到了，看看这啊，西门王侯。啊。嗯。看见没有？也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建筑。您身上看到的这位就是著名的西门红楼，据说建于清代。哎，综合的这个吃喝玩乐，你看出来了吧？嗯，现在也有剧场，有那个什么，看那这个建筑，外面看是西洋建筑宏观，在里面看来就是有中国的那个我中华的那个特点，嗯，看到没有？对，哎，你往那儿看，那就是你说的上下，你看，啊，外面都是很细腻的东西，啊，你看，著名的阳明山总站。有个介绍，告诉你小油坑是怎么回事，看见了吧？嗯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火山灰留下的，这个火山喷发留下的各种东西都在。小油坑的特点就是这个，嗯，看见没有？嗯，哎，人家这个地方也告诉你了，高温，不要那个乱动啊。看着这雾气啊，哎，还真是在喷硫磺。看看坑啊，哎呦呵，这就在那个上方，看见没有？济南难以呼吸，隐隐绰绰的看不清楚，但是也能看到一点。哎呦，看见没有？看这边，看看，哎哎，看见没有？这还比较完整。哎，往上走，又发现了一个，看看没有？这种小油坑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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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。到了第二个景点啊，叫冷水坑。嗯。啊，看一看，这个冷水坑，有三个凉亭，看看，这是第三号。看它这个叫坑的，就是有温泉，嗯，就是有温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修饰室？你看见没有？上面。啊，这是坑水。哎。看见没有，哎，这就是坑，而且是温的，哎，硫磺水流下去是吧，你在高处啊观赏这个冷水坑的情况，冷水坑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泉水，然后他们在这儿盖了很多这个浴室，他们这是你的温泉浴室，天然的，硫磺温水，这个大草原，它是一个平岗，对，比较高地的啊，嗯，然后沿着这个往上走，
上了啊，登顶了。平山岭啊，人家是一个看到没有，平的一个大草甸，相当于平山可以看到牛群啊。人看到牛群是吧？知道吗？特点。对啊，所以那可能就是已经他脸皮很厚了。这个，那个云雾之中。说的那些商人的那种野牛啊，神牛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底下啊。你虽然看不见它，但它能看见你。国父纪念馆的正面啊，我们看一看，这是一个这个名牌啊，然后这样，哎，转过来，这是它的东侧。也不错啊，然后是101大厦，这显得很突兀，云雾缭绕之中又如仙塔，十分的漂亮，这边也搞得很好。在国父纪念堂的大厅正堂啊，正堂，哎，国父端坐在那里，跟那个底下是他著名的遗嘱。不错，国父纪念馆的二层侧面看下去，这是台北国父纪念馆的二层，这上面有一些历史的场面。嗯哼，看看这个地方，黄埔建军。嗯，好，这幅画孙中山演讲，这也是孙中山演讲的画面啊。然后这个北伐。相当于它的商业中心了，看一看，名牌林立，是马路是松高路啊，看这样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建筑，然后这边这个建筑呢方方正正的，也不错。那么这有一个德克萨斯的一个 Roadhouse 啊，是 NBA专业的